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2.7 人权卡大幅钦定，同血组被踢 3.0 卡时 SP 黑塔形象绝美 2.6 卡时角色抽取意愿排行，黄泉不抵杀金，新角色出乎意料。星穹铁道 2.6 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新5星角色乱破也即将登场，同时影月、杀金、黄泉也会迎来复刻。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 有关于 2.7 卡时新角色星期日望归人登场的安排也被放了出来，本期就后续卡时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就是各位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 2.7 卡时的相关消息了。有关于 2.7 卡时的两位新5星角色，官方已经公布，其中星期日会在上半卡时登场，望归人则是在下半卡时登场。复刻角色的话， 就两位新角色定位相关来看的话，上半警员复刻的概率还是比较的，下半大概率是流萤、波提欧复刻，不过毕竟没有确定，随时都有改动的可能，大家看看就好。而说起 2.7 下半卡时的新5星角色望归人的定位，也是很多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。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，基本上是击破对专辅无疑了。 而最近官方也发布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PV， 接下来还要多多仰仗恩公了。封面图是阮梅、林莎、庭云三人，不得不说这还是挺有深意的。这莫不是把恩公同血主踢了？庭云上位吧？这么来看的话，望归人应该是版本末期的人权卡大辅角色了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前段时间放出的黑塔本体的形象了。说起黑塔本体，就目前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黑塔 SP 会在 3.0 版本登场，目前来看应该还是5星兵智石角色，下半身是黑丝，体型天成女，而也有很多大佬画出了黑塔本体的形象，如图所以，整体来看都非常的好看，美绝了有没有？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更喜欢哪一款呢？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新铁9月流水的情况也终于是出炉了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。 总的来说，流水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已经远超隔壁的元神崩铁的9月流水了。不得不说，还是非常厉害的。所以说，各位开拓者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星穹铁道 2.6 卡池终于要来了，除了新5星角色乱破即将登场外，影月也会在 2.6 上半卡池复刻，下半卡池则是杀金、黄泉两大人权卡复刻，还是非常香的。而说起 2.6 卡池角色， 武器抽取意愿排行也终于是出炉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上图，可以看到，就 2.6 卡时4位角色及武器排名来看，排名第一的是沙金，以 23% 的得票率获得了第一。这么来看的话，抽取沙金这个角色的玩家还是比较多的，不过也能理解，生存位超强的人权卡角色， 对于没有杀金的玩家，绝对是必抽的角色。2.6 下半复刻，自然是必须要拿下的。而选择都不抽跳过的玩家，意愿排名目前是第二，得票率是 17%。同样的，如果是已经有了杀金的玩家，本期卡时抽取的需求还是比较低的。影月不用多说，早期版本登场的主 C， 不是补2命就可以直接跳过了。乱破虽然是新角色， 但是作为虚构击破 C， 目前看来也不是刚需。黄泉的话主要强在2命，对于补2命推荐抽取，0命的话抽取优先级就没有那么高了。至于黄泉、乱破、影月的抽取意愿得票率分别是 16%、10%、6%， 其中黄泉抽取意愿排名仅次于沙金，强度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有条件的抽个2命还是非常值的。 乱破的票率就比较低了，不过也能理解，毕竟两大人权卡复刻，加上后续 2.7 卡时星期日望归人也会登场，很多玩家把星穹也都留到了后面。武器的抽取意愿整体来看都不是太高，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想好抽取哪个角色了吗？